续三年被评为最受欢迎演员，最近更是凭借在《抹茶之恋味》中的优异表现获得金马奖最佳提名。看来陈坤同学加冕影帝为时不会太远了。周迅同学在《如果爱》中一人分饰三角，大展武技，精彩无比，马上又要演出冯小刚的夜宴，感情事业两得意，周迅同学可说是大丰收啊。非常感谢主办方这次给予我的荣誉，然后我还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。谢谢主办方，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收获的季节，感谢所有的朋友给我们的支持，再次感谢你们，谢谢。